来到的地方好像跟我平常的运动完全不一样。嗯、我们今天是要做一个运动叫做皮拉提斯，然后这个运动呢，是不是听起来跟瑜伽很像？对，对，但其实它跟瑜伽有很大的差别。然后这种比较专业的，我们请老师来帮我们介绍。好，那我们欢迎老师，欢迎老师。皮拉提斯它跟瑜伽最大的不一样，就是说皮拉提斯它比较讲求核心还有运动科学这件事情。嗯，对。那瑜伽其实它是从印度发展过来的，那它有5000多年的历史。那它其实一开始在发展的时候，它比较像是哲学，觉得它追求的是身心灵的平衡，所以你常常会看到瑜伽跟很多就是疗愈等等这样相关，对，然后冥想。但是皮拉提斯的话，你不能冥想，你就是要一直去思考你现在用的是哪一只哪一边的肌肉，然后你要用到哪里。对对对，你要去想象你要怎么样控制你自己的身体。那老师，我们今天学的动作会很难吗？我看到有那种很像刑具的床，有绑力绑起来，绑起来很难吗？今天的动作我有帮你们安排，从简单到难都有，然后你们对对对，一层一层慢慢往上叠上去，然后你们就可以来挑战看看。我听说小迪想要挑战，对啊，我想看这个床，这个床很特别，就是感觉有设计过。哎、欸，你刚刚不是这样讲？对，你刚刚这样讲的哦。像刑具，算是用刑，用刑啊，用刑，很想被用刑。请老师教我怎么用这个。这个床呢，它叫做凯迪拉克。它的设计就是它会在这些框架旁边有很多的弹簧，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弹簧做很多的动作。嗯，帮我右脚跨上来，右脚在这里。对，然后帮我做外旋脚，所以脚趾头往外打。这叫外旋脚。对，外旋脚，从你的股骨这边做外旋，然后帮我勾住这个地方。勾住。对，勾住。好，来帮我下面的膝盖往下蹲。我先蹲，再蹲，对，手放开，让它拉长。对，你的手伸直，对，很好。往下蹲之后，另外一只脚上来。对，一样做外旋，好，勾住，把它卡住，往你自己的身体里面拉住的感觉。对，好，来，屁股帮我往下。好，来，在这边看前面喽，都看自己的脚尖，脚尖。来，吸气的时候预备，吐气的时候屁股夹紧往上推。对，变直，对，把它推出去，很好。来，接下来手往上拉，很好。好厉害。好，来屁股下，坐下，很好，来脚一直向上，老师很有力耶，真的好，对，成功，耶！好，来吸气的时候再慢慢的把它打开，我们腰椎下面的洞洞再把它扶起来，想象你的膝盖是一个小桌子，我可以在上面放东西的感觉，然后如果我手去压你的小腿，你要抵抗我，不能被我压下去哦。然后我在这边不动你的膝盖，慢慢的把脚尖往下点地，动你的髋关节，延伸。哇！再来，哎，膝盖不动，很好，哎，我们重复哦，再来吐气下，脚尖往下。好，来，吸气上，收住哦，我们要再做10个，来，吐气下，腰是贴地的，很好，只动你的屁股夹紧上，肚脐还是往下收，再来下，加油，脚真的在抖抖，停不下，很好，来，吐气上，帮我脚尖往下点，跟我们刚刚第一个动作一样，一点。吐气下来，吐气下，我们做5个就好。来，吐气，脚尖下，屁股不下，脚下而已。对，来，吸气上，好，来上，最后一个5，好，来上，来帮我脚往下踩稳，屁股夹紧在半空中，来，胸口先帮我下去，好，对，腰椎再下去，身体脊椎一节一节慢慢下去。OK， 我们的暖身完成。OK，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台，它叫做 Reformer， 就是塑身机。塑身机，对，塑身机，皮拉提斯的塑身机。那听起来很厉害，感觉可以把身上的肥肉都铲掉了。它可
以做比较简单的动作，然后他也可以做很难的动作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外面如果看到皮拉提斯器械，其实这一台会是最主要的机器，它就大概会是长这样。嗯，对。那等一下我们第一个动作是做 Marmalis Rotation。对，它就是在做你的侧腰腹伸展以及侧腹的出力，这边的侧腹的训练。吸气的时候，预备肋骨帮我收一点点，肚子核心收缩一点点，小腹的感觉，对这个位置，所以你会习惯把肋骨推出去。对对，就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来吸气，手上找天花板，好，身体延伸往上哦，想象一条线直直上去哦。好，来肋骨再帮我收一点点，肚子往下沉，很好，收住。来吐气的时候，帮我侧腰弯曲，用这里的力量，然后微微的把自己推出去，推出去，推推，保持延伸。再延伸，可以吗？再来，手会轻轻的用一点点力帮一点点忙的，好，侧腰的力量再多一点点，哇，感觉这边缩短，这边要拉，啊，好酸，哪里酸了？左边，好，来，手放轻松，再圆圆的，很好，延伸，我们头也再延伸多一点点。肩膀放轻松，很好，来吐气，帮我身体往下转。哎，这个动作不容易。手摸住之后，往外打开，看得出来。好，来吸气，延伸，眼睛视线看弹簧哦，肚子往内收。你想象我揍你的肚子一拳。啊！有做到吗？有做到。吸气，手肘弯曲。好，来吐气，再把自己推出去。哇，感觉很好，你要感觉这个背都拉开的感觉。好，肩膀轻松，你还是要在侧弯的姿势。好，身体面对前面，面对前面，很好，再回来，想象你镜子前面有个平面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多一点点，多一点，一直往下走。对，好，肩膀放轻松，很好，来吸气上，再上，再上，很好，来屁股再坐回来一点点，把这关节肋骨收，肋骨收，哎，很难哎，好难，手下。这只是看起来很简单而已。很好，来，手肘放轻松，肩膀放轻松。好，来吸气上，很多细节。来吸气手上，然后手肘放轻松。对，很好，来这边侧腰弯曲，慢慢放下去，延伸拉长就好。想象你手扶着来摸我的手，这边拉长，这边缩短。对，那我再收一点点。很好，看着前面，两个是自己的，真的。哎，不要憋着哟，下一次。来吸气，你身体上，很好，手放下来，结束。短短几秒比刚热身的还要热，你刚感觉超漫长，真的。对，因为他要你肋骨缩在一个很你平常不会在那个位置，然后你又就盯在那里，然后做一些很你平常也不会旋转的动作，对，侧弯的动作很难，我觉得很。侧腰再推，那这边腰杆这边拉长。其实我觉得。我帮你放一点点掉。好，来肩膀下去，头顶延伸往这个方向顶我的手，很好，下去延伸。现在有点没办法，你不要睡了。来，保持呼吸，来吐气的时候身体面对弹簧，对，手往外打开，眼睛都看这里。很好，来吐气，把我往后推。对，很好，来吸气回来，手肘弯曲，头没有上来，对，没有上来。好，来吐气往后推，手伸直，不能上岸了，不能上岸上。你帮我手都往外打开一点，打开，再开一点点。对，好，来点头，缩下巴一点点，眼睛都帮我看这里。吸气往上延伸拉长，身体慢慢的拉回来，很好，来手下。而且做完现在这边超酸的，今天会全身超酸。真的，我觉得今天做完回去应该全身。好，来脚踩出去。对，好，来这只脚去帮我套着手绳，自己套。对，好，来踩着。对，好，来踩我的手出去。对对对，很好，来另外一只脚离开。很好，换脚。好，踩住。好，来双脚并拢，来帮我往下压，对，往下压，踮脚尖，很好，在这边肋骨收，肚子往下沉，在这个位置，肚子核心很用力哈，
其他做起来都很完美。对，吸气的时候预备，踮脚尖延伸，来帮我往上找天花板。一到天花板，经过天花板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吐气往上了。来，吐气上，很好，脚并拢。再高，对，屁股往上走天花板的感觉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脚跟粘在一起，找屁股，膝盖弯曲，找肩膀，来下，屁股不动，脚跟下来找屁股。对，很好，再收一点点，不要动开。好，这样子就好。来，再下来到我这里，脚跟下来找我。对，再来，再来，很好。来，我们脚跟在这边不动，屁股身体一节一节的下去。对，膝盖延伸拉长，很好。来，接下来屁股再下，脚跟再下来找屁股，最后一次。哎，完美。好，不要拜拜脚，哇，你完美了。真的，脚再收一点点。好，来，帮我往前推出去，就完成了。嗯。哇。好，来，一只脚踩，然后一只脚套。好。对。好，托住哦。好，来换脚踩，踩住。对，头套上去。好，离开。对，哇，我觉得它会是联动的，所以踩住绳子，你的车子就会出去。好，很想抓这个，我也是，这个环速它比较安全。好，来，我们双脚并拢在一起。好，来，踮脚尖延伸，再往上一点点。所以你的脚大腿内侧都要并拢，对，用力。所以这边都要用力，要并拢。好，来，吸气，预备哦，来，脚上找天花板，肚子往下沉，吸气。好，那再上，再上。来，吐气，往上推，让绳子带着你上去。再来。对，很好，紧哦。啊，哪里紧？后腿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脖子。好，来，我们接下来脚跟下来找屁股，膝盖微微打开。好，来，不动，并拢，并拢，加油。对，很好，来，身体一节一节慢慢下去。下。对，然后脚跟不动，对，膝盖伸直。对，膝盖伸直。没有，脚跟不动的地方，膝盖伸直，所以它是被动的伸直。这样，来，再帮我脚跟下来。开始。对，在这边。好，来，再推出去。推出去。对。推。很好。好。等一下，我们的动作会做脚踏板，然后我们会练大腿的部分。那一般来说，大腿我们会从两只脚一起踩，一起练。但今天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，再加上我想要挑战你们的协调，所以我会让你们用一只脚开始练，停留在这里，然后这一只脚踩，另外一只脚就不动，就这样子的动作。看起来很紧。十个 ，OK。都抬不起来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很好，踩出去的感觉。这个重量是新手重量吗？这是标准重量。对，它可以，如果新手的话，它可以再往下放轻松一点。这个有因为身高而会改变重量？是的。不会，我只是疑问啦。走，再高，再高，再高，对，好，来，我现在踩五个，来，五，吐气踩。为什么这些脚？再来四，他没力。他没力。再来三，为什么这只脚？为什么你右脚对抬不起来？对啊，我再来一个，你今天这课下来，发现很多地方都受伤。很好，来，膝盖弯曲，没有受伤啊，就是他比较没力一点。发现我。根本就不配当一个运动员。没有啦，没有没有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这样你的脚在这里耶，然后我在这里耶。然后，好了，我们换脚。好，我可以。好，行。啊，对，肋骨收。好，对，很瘦。这堂课过后，你就会看到李任之后更常去复健了。对。每天会不会在诊所看到我？他会真的来这里报告，三真的可以来上课，真的老师再来四，可以问的这课贵吗？五，老师不说话，对的标准是跟外面教练课差不多，我不要做了，不要做了。Hello， 我的手，好，刚好我脚，好，来这边我要放开喽，你要感受一下，好，来 hold 住哦，我脚要放哦，哇。好，来，身体坐直，长高，来，往下踩，吐气，哎，走高一点，好，来，再吸气，有下，好，在这边就好了，好，来，来二，小迪，你应该没办法，来三，自己去健身吧，对，哎，太快了，太没有用，没有用，这么慢，对，不要这么快，来五，那小朋友可以再重做五个，四，再重做五个，再来三，你的脚会往那个啦，对，脚踏垫，好，再来二。加油！
不要碰到冰哦。哎、欸，好来回来，好来脚抽回来，再调皮啊，包住换边，说再调皮啊，调皮做十下，手来，有脚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好了，对对对，好了，来吸气，预备，吐气下走，一，很好，膝盖弯曲回，再来二，吐气下，好，鼻子吸，嘴巴吐，再来三，吐气下，不用担心，有红脚冰，再来四，吐气下，他突然放轻，最后一个，你不是垫底的，对，很好，来，膝盖弯曲回来，住，好，可以下来了。我们要直接挑战比较难的训练。老师，我们刚刚那个快不行了。刚刚那个是肌力的训练，然后这个现在这个是平衡和协调的训练。老师，我没有阻啊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不住。好，首先贴住，我们先在这边做稳定，然后上去就三秒反回。真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不是不要吗、欸？你们不要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不能笑。好，我要专注。吸气。这边再高一点点。好，你要让它扶，带着你扶起来，你不能往下压了哦。你要让它微微的扶起来。再扶，再扶。好，两边腰等长哦。好，来，手往下找你的脚趾头，身体上部分都不动。哦。对，眼睛视线看前面。对。我很冷静，我很冷静。这里要用力哦，很好，臀部扶很厉害，延伸真的是，臀部推出去。好，来再上，我们做三个。一定要我教练不要看这一集。很好，他会真的帮你。屁股不能往后倒，来下。我的体能教练看到这一集应该很难过。嘿，对，很好，这是用对力了。这里 hold 住。嘿，再一个来吸气上，来吐气上。很好。哇，这里要用力哦。好，来下。下延伸，吸气延伸，对，头顶延伸，脊椎延伸，拉长。好，来让两边的腰等长，很好，来手帮我抓住。好，我们慢慢的让它上来，休息，屁股往后坐，双脚踮脚尖并拢延伸。好，来吸气，预备，吐气，上。手指头想象要来摸脚趾头，很陡，很陡。再来，很好，屁股不要往后哦。哦，屁股夹紧，可以啊。对，来往下压。吸气，对，感觉你的脊椎延伸拉长哦，肩膀不要推出去哦，来，这里要用力哦，很好，来，吐气，真的是自由身哎，可是很难平衡哎，对，你现在做得很好，来，上，手往下压，对，骨盆不动哦，不要往后躺，好，来下，看前面，刚刚林有偷练一下在这里用力，对，推出去的感觉，肩膀往下收。好，来最后一次吸。老师，你觉得他有当老师的潜能吗？他可以，哇，可以，他的控制身体控制不怕失业了，对，还要再下去，好热哦，好热，对，他会用到全身的小肌群。好，来再来吸气上，好，手可以往前抓，我们休息 ，OK， 来。肋骨往前推，身体一样长长的拉长，屁股收，肚子夹，这样腰还会酸吗？哇，很不稳哎，还可以。好，来 hold 在这边，来身体再拉长一点点，对，很好。来吸气的时候，预备，帮我侧弯上。看老师做那么轻松都是骗人，真的啊，骗集团。这样，哇，不错哎，再下来，对，身体慢慢下延伸，很好。来侧弯上来，这边用力，对，对，再来，再侧弯。再来侧弯，侧弯，再弯上来一点，再弯上来一点，对，好，再来，可以再上来，对，再来，看前面，这么高哦，对，很好，然后你的手都贴在你的额头上了，再侧弯多一点，碰到我的手，对，很好，来，哎，不是动手，我要放这里哦，不能动手，好，这边重点坐在中间，双脚冲地下。很好，伸直哦，你的脊椎是伸直延伸拉长挺胸，很好，来侧弯下，这边要拉长，这里要缩短，再来，哦，好，等一下，休息了，刚刚是什么休息？好，超休息哦，好，到这边就好，不然等一下会很累，来侧弯上，很好，肚子再收紧一点点，屁股要夹紧往前推，再来侧弯下，
我们到伸直的位置就好了，柴的位置，对，这个位置就好了。来，再来侧弯上，很好，来肩膀放轻松，对，再来侧弯下，这拍照真的很漂亮，很好。我会自己手往后推一点点的感觉，好看前面哦。好，屁股夹紧，坐好，轻松。好，来，现在侧面看很漂亮，来往下，对，这边下。好，来，感觉绕过我的手。你手在哪？在哪？手背的。好好，绕过我的手，很好。来，这边用力，你很下哎。很好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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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再来多一点点，加油，收吧。好，来伸直，这么做，伸直，很漂亮。谢谢，很漂亮，伸直，谢谢。其实再来下。真的很累，对对对啊，腹肌都出来了，来上，我全身在发抖，好来下，好，我想拿擀面棍，不然我快没力了，拿擀面棍会更难，真的吗？对，试试看，看起来，看起来轻松，运动员，运动员，不，我今天不是运动员，直直的往上。是这样的，好，来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这边才是你的中立位，很好。可以，我觉得不能讲运动员三个字。对，好，来不讲都没事。对，来屁股再往后推，好，身体往前，好，来再下去一点点，很好，站直，好，来下，很棒，再下，等一下。好，来做完它，休息，休息，所以拿擀面棍，真的好，拿棍子。对，拿棍子是比较难的。拿棍子是比较难的。对，因为你的身体也变长了，对，做动作会变得更难。我以为拿的会有一个支点。对，我刚才也以为。对，但是其实推的头这边或是手在这里是会比较简单。好，来往上推上去。做一个旋转，吸气，预备转向那一边，身体转多一点点，很好。来吐气的时候，脚勾住，脚伸长，帮我推下去，把自己拎出去，延伸拉长。对，再拎，往那边推，往那边推，再推。对，这边的屁股会伸长，脚伸长，推，再推，再推，两边的腰等长。很累，真的，往前面，看前面，再出去，再出去。我把你看出去。来，屁股坐回来，身体还是面向那边的旋转。对，很好，来回来，在中间。有一点恐惧，因为我惧高症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很像感觉你快跌下去了。好，来换边，旋转，再旋转，再旋转。好，这一只脚推出去，把自己往那边推。对，脚踩。好，来再推，再推。哦，这边比较很好，很好。这边屁股会微微离开哦。对，自己拎出去。哎，头靠近我的手。对，很好，再延伸。身体是直的，对，拧出去的感觉。好了，屁股坐回来，很好，来，身体再转回正面。好，休息。来，左去转，很好，来，老师觉得他可爱。对，很好，两边腰很长哦，所以它像一条直线延伸下去的感觉。好，来，屁股坐回来，身体还是面向旋转的位置。他快不能表情控制，对，很好。我们换另外一边要做完。旋转旋转，很好，两边都要做，来推出去，对对，好，这边再多收多一点点，对，很好，来头再侧一点点，很好，漂亮，你也快点，水放下做，好，来让你往下做，很好，来身体回休息，很累，哇，你很厉害，你做的很标准，真的，动作，我的肚子都一直抽筋，对不对？真的。刚刚其实我们在做器械动作，我们会加很多的辅具上去，其实就是帮助不同的人，因为大家身体其实都不一样，所以不可能一个动作大家做起来都一模一样，对，然后用的道具也会稍微不一样，就是要去符合每个人身体的状况。对，我们都有客制化，没错没错。你今天上完课，会不会以后想要来上这个？会想，对，真的会想。好像说有团，可能就可以找那个。请问我们四个就是来报一下，可以，直接报团就一堂，对。蛮新鲜的，因为以前就是运动都是重训嘛，然后这个我对健身房那一种，但这个我觉得很酷的是，就是它会无形中帮你矫正你的就是一些姿势、体态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蛮酷的，变很重，对，而且它无时无刻都在训练你的那个核心，我又想讲重心，它会训练
你的核心。嗯，我觉得女生对于女生来说，这个是蛮适合的运动。嗯，然后看起来又漂亮。嗯，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其实做这个运动都是很好的，因为其实皮拉提斯的创办人就是一个男生。哦，对，所以他一开始在创办这个运动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为了矫正大家的姿势，还有大家身体上面不舒服的地方。嗯，那其实你上完这个运动之后，你再去做其他的，不管是重训啊、排球啊，不管是什么，你都会更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自己的身体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欢迎来 Purple Space Soul。对，那我们下次见。谢谢，拜拜。They said do us a favor, keep your voice down and monitor your behavior. Be a good girl and don't cause trouble. Well, mama was a strong woman, far from subtle. I'm smart, I got heart, did it on my own.